我知，我再用来吃香的。这有，香菜。你的谁啊？是，老板娘，我带你来提，我带你来提。香菜，对。希望才，我为这个家辛辛苦苦的在撒脚，你在外面竟然……旺财哥，哎，办好了。神清气爽哎！我刚刚在律师那边签字离婚啊，那个人他终于成为我的前夫了，所以我现在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好像那种快要飞起来的样子。真的、啊，恭喜你啦！谢谢。来，这个礼物送给你，就当做庆祝你重获自由。哇，旺财哥，谢谢你，好漂亮哦。其实。要不是有你在身边鼓励我，我到现在都还懵懵懂懂的，不敢快刀斩乱麻呢。我真是要好好的谢谢你。我是你的干哥哥，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呢？来，我帮你带起来啊。喜欢吗？嗯，谢谢。过去啊，一直都没有人好好的照顾。从今天以后呢，我一定要把你当作我的亲妹妹一样来照顾，弥补你啊从前失去的啊。哎，这只表就是我20年前送你的那一只吗？没错，就是这一只。这只表啊，就是我们分手的那一天起，它就莫名其妙的停了。但是，每当我觉得寂寞、伤心、难过的时候，看着他，就自然而然地生出一股勇气，日子也是觉得没有那么难过了，所以我就把他留着啦。那这么说，他是你的宝贝喽？旺财哥，求求你带我走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妈反对我们来往，今天我是好不容易逮到机会，费尽了千辛万苦才能够溜出来见你一面的。他们现在已经盯得越来越紧了。我想，以后我想再见你一面都难了。不会的，你父母管你也是为你好啊。如果现在带你走的话，人家会说我诱拐良家妇女，这样不好啊。再说，最近南部有个朋友找我下去做生意，这是我出去闯荡的一个机会啊。你等我，等我闯出一番成绩来，我一定会回来娶你的。不行了。我家人已经安排我相亲了，我没有时间再等了。哎呀，那还不简单？你就每次相亲的时候跟你父母讲你不喜欢就好了。你也知道，我现在连养我自己都有困难，我哪有那个能力让你过好日子呢？这是，这是我一番心意，相信我。我一会儿来娶你的。哎呦！我都已经愿意跟你吃苦了，你还是不愿意带我走。许旺财，我恨你！弟弟，弟弟。许旺财。
个大笨蛋！停了！难道我们的爱情真的这么经不起考验？难道我俩真的就没有明天了吗？好，既然无缘再相见，我也不需要留着他徒增伤感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把你丢到水里，让水流走，也不见心不烦。小姐，小姐，东西不要乱丢，好吧？很没公德心呢。哎，这。你不肯走。要是把你送给我的人也像你一样对爱情坚持到底的话，我就不用那么伤心了嘛。好吧，那你就留下来陪我，虽然我的爱情走远了，可是还有回忆陪着我。放热水澡，等一下顺便帮你搓揉。啊，不用了，老婆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我靠，每天穿成这个样子，怪不得家里苍蝇蚊子啊吓都没半只。老婆，你还没睡啊？你是一家之主，你们回来我怎么敢睡呀？你今天干嘛电话一整天都不接？哎，这个电话。昨天忘了充电了，早上一出门了，没多久就没电了。不信你看。哦，这样子哦。那市场那个女的是谁？居然被他看到了。哦，你说那王太太啊，她是我当兵的时候睡在我旁边老王的老婆了，那刚好碰到顺路送她一程了。从前的自恋无罪，从前的不输给谁，其实爱上自己也没什么。真是太佩服我自己的反应如此的迅速自然，我老婆就是再厉害，她也抓不到我的包。真的吗？你跟王太太很熟哦？哦，我看你们哦有说有笑，好像很亲密的样子哎。你跟她约了多久了？哎呀，冤枉了，我真的是顺路送她了。你不要这样怀疑我嘛，你又不是不了解我的个性。忠厚老实，我怎么可能会跟其他女人去约会呢？哎呀，老婆啊，你这样疑神疑鬼的，会破坏掉我们夫妻两个最基本的信任。哼，我和丽丽那样应该不算约会，所以呢，也不算骗你吧。也对啦，你这个人哦，看起来就像空空拱拱，常常那样热心过头，帮人都帮到把自己赔进去的。我们这样吵真的会伤害夫妻之间的感情，算我不对，我去帮你放洗澡水。老娘我敢做敢当，能伸能说，这回没有抓奸在床，说不过你，先道个歉也无妨。以后一旦被我掌握真凭实据，一定把你五马分尸。我去放水啊，哈。谢谢。小明，你回来了吗？
我要锁大门喽。我回来了，正准备要睡了，晚安。好险，差点就被抓到了。艾米丽。艾米丽。喂，小明。喂。你在干嘛？我要睡了。我也要睡了。好，那你早点睡哦。你也是啊。晚安。晚安。B B。是谁？是我啊，想跟你聊一下吧。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？正准备要睡了。哦，爸，你找我干嘛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对了，你最近功课还好吗 ？OK 喽。哦，那学校的生活呢？哎，艾米丽啊，就是上次来我们家那个漂亮的女孩艾米丽，她还好吗？还有没有喝醉酒啊？我看你们俩交情很不错啊。学校很好，她也过得不错啊。那一次只是意外，他平常不太喝酒。哦，对了，小明，你们这个同学之间呢，平常啊，都是用这个手机啊，联络，会不会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啊，这个传传简讯呢？对啊，爸，你想干什么？其实也没有啦，小明啊，你听我说啊，老爸最近常常发现呢，这个讲电话的时候啊，重要的事情啊，常常会被这个旁边的人呢偷听到，很不方便的。可是我发现你们年轻人呐，常常用那个什么简讯传来传去啊，这个倒是挺好的。你看，第一啊，随时随地可以保持联络；第二，不会吵到人家；第三呢，重要的事情啊，别人呢也听不到，一举三得。所以嘞，小明啊，你能不能教爸爸用手机啊来传简讯呢？是可以啦，可是干嘛这样子明兮兮的？对了，要不要叫妈一起来学啊？妈，不必不必。教我就可以，暂时不用教他了。他常常也讲啊，你一人教两个会很累的，而且这个年纪大人呢，学东西本来就慢。你只要先教我，等我熟练以后呢，我再教他。教学相长啊，他根本就不必学了。你也知道，我啊根本就是他私人的专属秘书，他动口我来传就行了吗？好了好了，那我就先教你。好，首先啊，你就进去这边嘛，城市。然后进去这边，我这个信封这边，然后呢，这个绿色就进去啊，进去，进去以后就在这边，就在这边打字。有没有看到 purple morpho？ 哦，要打 purple morpho。譬如说你打完了嘛，你要传出去，织袄织袄找织织织织织袄找，有了，早一点。十五未睡，晚晚，晚安。真厉害啊！署名：旺财乌昂。哎，不对，乌昂。旺财慈癌，财，真不是普通的厉害，一学就会。发送来 Lily 的电话是09，发射，发射成功，耶！真够！你在这里干嘛？哎呦，你干嘛进去那么久啊？还好我憋得住，我跟你讲。哎呦，你憋不住，你不会敲门呐、啊、你。
半夜在这里装神弄鬼，你吓死人了你！哎，我是怕你便秘犯了耶！记不记得你上次啊蹲厕所啊，我在外面敲门，你在那边哇哇大叫，说什么你已经到了出口，结果被我一敲门就丢回去啊，害你什么口干舌燥啦，火气大啦，长青春痘啊，还有什么血压高、高血压啊，差点脑中风啊！哎，又还有人叫你什么老青春哦！哦，这种事情我跟你讲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担当不起，担当不起哦！对了对了，我差一点哦又便秘了啦！哦，哎，便秘哦，喝一杯凉茶。是是是，老婆大人。哎呀，快快快，我要上去。哎呀，这边跟你提提是什么提呀、啊？我还以为啊，传简讯的事情被他发现。一门杀西路。新的老师要来，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。管他什么三头六臂，我要让他走得进来，抬得出去。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。做学生的来学校上课，本来就是应该做的责任。你们平常自己怎么混的，你们自己最清楚，这没什么好骄傲的。我觉得你们要好好想一想，你们这么做，对得起辛苦赚钱供你们上学的父母吗？今天我只想好好上一堂课。老师，你继续。还不赶快拿出来！这个孩子长得又不起眼，轻描淡写几句话，竟然有这样的威力，他究竟是什么来头啊？里面啊，也是你帮我解围的，真谢谢你了。老师，你太客气了啦，是我们班同学自己太皮，虽然很多老师常常受不了，
不想教就走人。不过啊，我建议是个好老师，所以希望你可以留下来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徐小明。其实哦，我觉得很纳闷的是，同学们看起来好像都很听你的话，甚至可以说啊，有一点怕你的感觉。到底是为什么？老师，你想太多了啦。我想他们是怕你去老处告状，记他们过或是退他们学，所以我想他们安不安静应该不关我的事。是这样的吗？哎，我觉得你越看越面熟，哎，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是吗？我是常出去逛街啦，说不定我们在什么场合或什么地点遇到过也不一定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长得好像我的初恋情人哦。老师，你别开玩笑了啦，你是我高中老师，我只是你其中之一的学生，我又不是高中同学。哎，你这意思是说我看起来很老哦？没有啦。你长得跟我妈一样年轻。你妈？从前的自恋无罪，从前的不输给谁，其实爱上自己也没什么不对。把铝罐跟铁罐分开，有没有？然后你们就分开放，然后像空保特瓶啊，它就你要把那个瓶盖打开，然后瓶盖要另外收集，对，可以像这样分在那边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要尽量把垃圾把它压扁到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好。对，就像那样把它分开，对对对对对，那样压扁哦。喂，徐小丽，什么事？我今天参加环保志工活动啊。负责教新来的人如何做垃圾分类法。啊？你朋友帮你介绍男朋友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店里没人走不开，你就跟他约改天呢。哎呦，不行哦！我今天在垃圾场忙了一早上，全身又脏又臭。我要是去的话，人家以为是游民丢人现眼。什么？那个男生喜欢有爱心的女生？啊！环保志工身上的臭味还可以加分。徐小丽，你说这种话骗骗傻瓜可以，聪明如我怎么可能会上当呢？姐，每一次都是我在绑你耶，今天换你绑我了啦！哦，不认识他，我不要去，你去啦，你去，我不要。哎呀，好啦好啦。你一定是不好意思拒绝人家，想找我去吓人，把人吓跑，你就轻松了，是不是？算了，看在你帮我那么多次的份上，我回馈你一次可以。哎，不过你欠我一顿饭哦。嗯。嗯。等一下呢，我就去那个餐厅给那个男的上一堂震撼教育课，然后晚一点再去瑜伽教室跟你一起上课，可以吗？嗯，好啦，拜拜。环保志工身上的臭味真的可以加分，不过也该是有人懂得欣赏我独特气味的时候了。环保志工日，我刚做完垃圾分类的工作，所以身上
的味道可能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好闻，但是人家说认真的女人最美丽，希望大家看在我很认真的份上，可以由心灵去欣赏我内在散发出的芬芳。哎呦，这么水啊，到哪都碰到他。嗨，不好意思哦，让你久等了，我就是你等的人许小美的妹妹许小丽。什么？你就是号称槟榔西施美少女的徐小丽？没错，正是我本人。你不拉椅子请我坐下吗？天哪，槟榔西施我看多了，从来就没看过恐龙也可以出来卖槟榔。拜托你回去照照镜子好不好，不要随便跑出来吓人。你凭什么骂我是恐龙啊，还嫌我丑？好男不跟女斗，可是也要碰上好女才行。像你这种恰白白的恐龙妹，我若不还手，我就是乌龟。你这个丑男，你混账！男生欺负女生了，我求你打！你咬我！哎，你干嘛？啊，男人不可以打女人是我铸造我的原则。她算漂亮，但是她是女人，要道歉。叫人家道歉啊！说，对不起，你有没有诚意啊？说，对不起。小美，转不过去了。分解他。啊哈哈，右脚扭到了。哎，各位不好意思，打扰各位用餐了。来，这样好了，店里面请大家喝饮料，好吧？请坐。不好意思。你小心点走啦。哎呦，慢慢走啦，不要急。有没有好一点啊？好像没有哎。哎，那男人很过分哎，出手这么重哦！我也没有想到你会英雄救美啊！我是说，很感谢你这个英雄救我许小美。没什么啦，你是我好朋友姐姐，救你是应该的啊。哎，不过大伟啊，我想我们这样天黑也走不到瑜伽教室吧？哦，我有办法。嗯，来，上来吧。哎呦，你不要逞强！三、一、点、都不中！我想那个男人应该用作形容词了吧？那不然呢？啊，应该用重量级美女，或者是巨无霸双层级善宝形容会比较好一点。你找死啊你！开玩笑，不要再碰我，再碰我会倒啦。那这样你放我下来好了，我自己走，我不想你偷袭我。不行啦，你要知道啊，你要知道，你这样脚再继续走下去的话，到时候变成猪脚怎么办啊？我是说鸡脚，鸡脚，你听错了，鸡脚。不要解释比较好了，你。哎呦，猪脚也没什么不好啦，猪脚丰富的胶质很有营养哦，鸡脚也是啊，又油又香又好吃。哎，都是吃的，你就不会比喻一些比较好听的、啊？比如说鲜嫩多汁的玉荷包，或是香滑入口的小樱桃，不是都一样是吃的？至少比那什么猪脚、鸡脚来的高尚吧？对，水果就比较高尚。你有种的话，以后都不要吃猪脚啊！你这个怎么？你放我下来！你还哪？不用你背，我自己找啊！啊，对不起啦，你不要那么沮丧嘛。古时候不是有一个姓杨的贵妃，她也胖胖的啊。那个姓唐的皇帝还不是很喜欢她？是啊，最后她就被赐死了。哎，
你不用再安慰我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喜欢我这一身滑滑嫩嫩的肉，我讨厌皮包骨，你懂不懂？走开，我自己走了。好啦，你不要生气了啦，对不起啊。嗯，上来啦，你不要再走，会受伤了。但是倒不像他们说的是什么伤害艾米丽的大混蛋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关系。从前的不输给谁，其实爱上自己也没什么不对。小丽呢？我跟她约在这里啊，她应该等下就到了。哦，我了解你们两个。其实你完全不了解，你想想看，我这种英俊潇洒的长相，怎么可能喜欢这种啊？你看看，高脂肪、高胆固醇，看起来油油的甜甜圈啊。先生，你完全不了解，凭我这种智商，我怎么可能看上他这种黑猩猩一般还没有进化完成的人猿？哎，叫我黑猩猩，你搞清楚，我是黑猩猩的话，我背你走十公里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哈！黑猩猩的用途就是这样。先生，你想想看，我这种长相，我怎么喜欢那种油油腻腻、捏起来都很油的女生呢？啊！好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我知道了。小丽，阿辉，你来这边干嘛？没有，想说来这里可以等你下课，然后再一起出去啊。出去，小丽啊，你不是跟祝大伟约了要去看电影吗？我跟大伟。是啊，电影票都买好了，不是吗？看电影。小丽。你还记不记得欠我第三个愿望？嗯，那我现在就要用它。不会吧？你不会现在跟我说要交往吧？大家都在耶，我会不好意思啦。我要离这猪头远一点。这是你想要的愿望吗？这个猪头，你在拼什么骂他猪头啊？我要跟什么人交朋友，去看电影，那都是我的权利。恭喜你，你的第三个愿望都用完了，从此以后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了。姐，我们走吧。哦，好，下课啊。哎，两位记得看电影哦，我在楼下等你们。啊哈哈。
是啊，麻烦你在楼下等我们下课哈。姐，快点。嗯，拜拜。姐，我再不要赶大伟一姐就去看电影了。松平那个什么阿辉好吧？那记得我们的电影哦，嗯。哦啊，看什么电影呢？嗯，到底说什么？哎，说清楚一点好不好？啊！白痴啊你！跟我祝大伟抢马，差得远了你。小丽，等等下个看电影。老师，黄老师，你买菊花做什么？那清明节已经过很久了。哦，没有啦。徐小明同学近来素行不良，有领导帮派之嫌疑，实属违反校规、毁坏校园之行为。若不严加劝导，他日东窗事发，引狼入室，引蛇出洞，引君入瓮，隐隐约约，隐隐作痛。引水，讲重点。引火自焚，到时候学校身败名裂。那这束菊花就当作是对你们的供养吧。现在的黑函还制作得如此精美啊，佩服佩服。你早说早说啊。不行不行，就算他真的是，我相信他一定还有救。我一定要请他的家长到学校来厘清案情。什么？混帮派哦！嘘嘘嘘嘘，请坐坐。哎，老徐，坐，请坐。哦。其实啊，这件事情没有经过证实以前，我是不会往上提报的啦。哎呦，老师啊，你有没有弄错啊？我们家小明怎么可能去混帮派呢？哎呦，那真正是冤枉哦。老师，我跟你讲啦，我们许家哦过得都很单纯啦，怎么可能去混帮派呢？对不对？你要叫他去混一个槟榔摊哦，他都嫌烦呐。而且我们家小明啊，从小哦胆小如鼠，怎么可能跟人家去混帮派呢？是啊，我也觉得是啊。对啊，
虽然哦，我才进这家学校没有多久，可是以我多年的教学经验哦，我一看就知道小明是那种热心助人、心地善良的好孩子。对对对可是就很奇怪啦，你看，怎么会有人写这张黑函来告他嘞？这情书吧，黑函，我就在想说，他是不是跟别人有什么过节啊？如果真的有的话，那对小明、对学校都是不好的。哎呀，老师啊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们家小明哦，不会像电影演的那个，有没有带一堆小朋友在外面打架闹事？不会啦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本来哦，还没有请你来之前，我就觉得说他一定是冤枉的。对呀，可是看到你来之后，我真的这么觉得了啊。因为你想想看哈，啊，你脸长得这么凶，声音又这么大。小明他怎么可能敢做坏事哎？对啦，老师说的也对啦。哎，不过老师啊，真的哦，还是要谢谢你啦，你真的是深明大义嘞。哎，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哦，你就是一个好老师，你就是那个华佗在世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们家小明能够让你教到哦，真的是他的福气啦。好像应该是孔夫子在世吧。老师，我没念过什么书哦。哎，孔夫子、华佗哦，这两个我常常搞错。许太，你真是太客气了啦。纵欲英才本来就是我们老师的责任啊。对对对，啊对对，你坐一下啊，我去帮你加点水。哦，谢谢。老师啊，我好像在哪边见过你哦。有吗？哦，没有啦，好像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缘分。那这样子好了啦，哎，既然这么有缘分的话，老师啊，我邀请你到我们家，好，我板起豆青草会请你。哎呦，安尼歹势。没啦，来啦。那怎么好意思？真的，来，看你要喜欢吃什么，你跟我讲。你真的好客气哦。好又交到位知心好朋友。我只是一个傻瓜，为你把眼泪流光，心碎了却还是假装自己好坚强。我笑得好傻，不过再也是爱上痛的时候才真的看见绝望。我只是一个傻瓜，为你把脸